後會有期，再見。冇卡。好，唔該曬。阿堅啊，不如我哋休息一下先。係。方健兒，方健兒，乜你唔攰嘅咩？點解咁忙仲可以保持到咁專業嘅水平，同埋咁 strong 咁嘅？你保持心境輕鬆啲咪得咯？講啊易啦，但係點做到啊？嗱，好似我啲職業女性，又要顧家庭，又要顧事業，你估咁簡單㗎？咁啊，每個人都會有壓力㗎，我都有壓力㗎，我都唔例外㗎。不過我最近啊學識咗點樣去放鬆自己。咁你平時中意做啲咩嘅咧？嗱，我得閒嘅時候咧，就中意同我媽咪一齊去按摩。按摩可以令到自己肌肉可以輕鬆啲啦，同埋咧就促進下新陳代謝添啊，令到身心都可以得到充分嘅休息，咁先可以令到自己 keep 住咁 strong， 去到迎接唔同嘅新挑戰啊嘛。今天我哋埋位啦。好，嚟啦。